手内地入围的有得奖的是赵薇，赵薇台下心跳的突然很厉害，突然觉得自己咚咚咚了两下的感觉。对，因为我今天晚上待了一晚上，我觉得特别充实，然后特别快乐，然后听了那么多棒的音乐人的表演，我觉得我挺热血沸腾的。然后到现在，突然自己也在提名的名单里面，而且其他的入围歌手我也认为非常好，非常优。其实我爱所有的音乐人，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能从辛晓琪老师和亚东哥手里拿到这个女歌手奖，然后我非常非常要感谢，你看我激动的结巴了，非常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歌迷影迷，一定要谢谢。然后我相信这个音乐风云榜是办得非常的公平公正的，所以我能够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一点欣慰，拿到这个奖。然后我也要谢谢我的唱片公司 MBOX 和李泉大哥，然后他们让我成功的从一个演员在这个歌坛上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然后我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我所有的人 Thank you， 谢谢。我也是觉得刚才坐在那里心跳很快，因为那个蔡健雅好朋友还有张学友坐在旁边，那大家今天晚上看节目表演都看得很高兴，刚刚有没有都看到我们的那个手都挥起来，就是鼓掌，因为真的很喜欢这种大家一起享受音乐的感觉。谢谢光线，谢谢音乐风云榜，然后谢谢小琪姐还有亚东，希望可以跟更多的有才华的音乐人合作，就是还有内地的港台的都希望可以合作，谢谢支持我的唱片公司、经纪公司还有歌迷朋友，谢谢。我们的得奖人，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实在让我压力太大了，我很博爱的。等一下，你要分别说出他们几位，你最爱他们哪里？现在越来越会讲话了哈。我最爱你啊，那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最佳女歌手。你是太假了，太假了。没事没事，你听我讲，我刚才跟李宗盛上台的时候要说，你现在快成王菲了。也好好现在胆子刚刚大一点，又给你打压了一点。恭喜恭喜啊！这个男歌手我都喜欢，我喜欢汪峰，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特别有热情，特别有力量，然后在舞台上显得特别男人，很 man。还有老人呢，我觉得他特别像个诗人，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念大学一年级，然后呢，他老在我们学校里面晃来晃去。我知道干什么去了。然后呢，我真的是一直听他歌。还有谁？
什么老狼？色狼。哦，还有张震岳对不对？张震岳，我觉得我不要再对你表白了吧？你跟他不熟。常通过各种渠道向他表白，就说我通过最新的一张专辑让我觉得他很有魅力。对对，然后他的歌我也会唱。好，来唱一下好吗？这个我就住嘴了。还有陈奕迅。陈奕迅那个他那个才貌双全，众人皆知的。气氛特别好，把这么多优秀的男人哈、放在一起，我觉得是李宗盛老师给我们出的难题哈，这个还是让李宗盛老师解决这个结果吧。那马上还请。结果看最终得主会是谁？这还真是粘上的，我以为就是盖上，这真粘上的。非常的保密啊。我看到了。